写词由文雅教会李彦娇传道书记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我就是拄仔黄老院长讲的迄个台语袂瘾转的情人。不过我真正是为大学的时阵发开始的，是台语，讲是为大学的时阵，我知影这是台湾一个文化一部分，所以就算是袂瘾转，也是请各位兄弟忍耐一下，听我讲了。虽然是讲写书，不过。我看无出那像看过我一个，我写的全拢讲着。哈伫我新翻译的时阵，台顶的老师常常伊讲，要伫台湾开拓一间教会，遇到的困难非常的多，特别是伫较高富的所在，民间宗教信仰真特别的所在，开拓教会可能时时予人弹石头，予人恐吓，叫人赶走。台顶老师不协调，所有同学吓惊，开拓教是偌困难。总是真正开拓，参悟伫开拓教的中间，真实地感受着上帝看顾甲引导。特别，我教会当找着遮尔水的土地，地主愿意再来阮，再来咱伫遮开设一间教会，我相信除了上帝引导，可能无别项。所以真正非常感谢地主提供咱遮尔好的场地。无去向即个土地做遮尔侪工作，遮尔也特别感谢附近社区的里长，以及该市的议员，甲市长的候选人。即个社区，即个教会的定位就是做社区的工作。即个附近的社区，就我知影附近的就有四个里，所以真希望。过来有一个机会，安怎会当向四个里的里长开始较侪接触。伫顶礼拜我的拜访中，嘛感谢四位里长无气嫌，会当再来一个发声的，即像技术跟班的传道书，会当去再去全面的部署安尼拜访，希望过来咱有当较侪合作的所在，会当将这个社区，将教会优势的所在带去这个社区。遮嘛爱感谢各位嘉义中会部长的关心。伫较早我是做嘉义中会的青年部部长，迄个时阵就已经受到真侪牧师的关心，甲教导。到即马，真正是上帝特别安排，我阁转来到嘉义中会，一直无离开嘉义，伫遮做传道师。我伫一个真实在环境，我伫一个有真侪人生的长辈的支持。我伫遮所做诶工作，我有当真安心，毋免惊后壁有人。因为各位规个嘉义中会牧师、嘉义中会教会，拢是即间文雅教会伫支持。伫遮也爱特别感谢母会诶帮忙甲赞助。伫即间教会开始伫装潢诶时阵，就开了袂少钱。看着遮个效益，遮个数额，要无着惊，我想也真困难。但是，总是教会帮忙，伊阁有市区教会、即间教会帮忙。有钱即个物件，真正是变做伫信用内面无看重一个物件。咱所做讲，是看遮个钱有偌济，是看对上帝的信心有偌济。上帝予咱啥物，偌济钱，咱就做偌济个工。上帝予咱安怎个菜，咱就煮安怎个饭。所以，真感谢。我会一间市区一间教会，伊帮咱提了予咱信心安定以外，也是予无限教会伫即个受洪的时间，搁一届信心的挑战甲学习成长。特别感谢今仔日来参与无限教会开始礼拜所有进教会的会友，特别是伫外口的会友，歹势予恁伫遮尔热的天气，可能较无舒适，但是即个社区。我们教会会当用的场地，目前是安尼个希望。但是有一天，这礼拜人找讲到400人，嘿，咱就让准备开始变。那昨下日你的钟头已经用好，但是今仔日会友有带手机仔的，你有 FB 的，欢迎大家尽量打卡，无要紧。感谢大家。